有没有什么敏感带？大家应该会好奇吧？我的敏感带是我的耳朵到脖子到这里，就是这一块。对，就是这一块，不要摸我脖子。反正就是白天会裸睡，我会怪怪的，我是大裸特裸，就是都没穿的那种。嗨，各位，我们来到了我的有讲话系列第四集了。然后这次呢，我重金聘请了我的摄影师，你看这本锵锵锵锵与你相遇的写真书已经上市了，然后整理了一些比较小私密的问题，然后要来跟大家做个互动，大家想要更深入了解我们，然后有关这本写真集，对，然后呢，这个杯子其实我有点不太清楚怎么解释，毕竟你声音比较好听，就是一个二选一的概念，我们会有一样会有 Q A， 然后我们就是两边做选择，哪边比较多就是倒水，就是我们谁的成分比较多就是倒那边，对不对？对， okay. 所以我可以怎么样？我觉得你手脚有点眼明手快，我可能等一下他这个会全部失声，毕竟我玩游戏有点这个我要懂。林香跟丽奈因为都是处女座，拍这个写真书时谁比较完美主义？我直接作答哎，我没有让你作答的意思。你确定你的标准跟我一样？对啊，好啊。他觉得，因为我就是比较那时候年纪比较小，可能比较没那么经验。他好像被我灌酒。我先敬大家了。干嘛这样？等一下。哎，那个周董你好，嘿，周董是。好了啦，好饱，我喝不下去。这才是。正确答案，对啊，也没有正确。我觉得真的，他要求比较高，因为他那时候比我更专业，在做这一行上面。然后那时候我只是一个18岁，其实他要求很高，但是我觉得我有点到虐待他的地步。对，就好险，他很成品是美的，像我虐待，对，成品是美的，对。好，拍摄时谁比较害羞？我也不害羞哎，因为是怎么样？我觉得是我们拍当下很害羞哎。哦，对对对，就是我们好像太沉浸于拍摄，就是我就觉得就是要拍到最美。可是我现在看我有点吓到，就是有一看我真的是觉得很害羞，哇靠，尺度也太大了。对，就是我们好像是到拍完，然后现在又出来，就是变着的时候也还好，但是现在有拿到手的时候就觉得。我们那时候在干嘛？然后有点小后悔，其实连毛细孔都非常非常清楚。就是，大家可以回去细细品一下，对，细细品味一下。哦，谁拍摄怪癖比较多？什么怪癖？啊，我应该没有怪癖。哈，我有怪癖？我有什么怪癖啊？你拍摄前都会喷香水，而且每一套。就是我们有十几套，他每一套钱，他说他要，我要没有，我要让自己有那个氛围感，比如说这个味道闻起来比较性感，然后我就会自己就是开始林香好香，性感起来，对，就是让这本书香味四溢。没错，你真的其实蛮香的，就你知道吗？有人跟你说过吗？因为我自己，它其实有香氛，就我觉得是你体香，你有一种少女香，对，它的东西跟它的身体穿过的衣服，好变态。谢谢你，好啦，我承认我会喷香水。谁比较会骑？他吧，是哪一种骑？因为他年纪比我大，因为他比我早出生四年，他经验应该比较多。对，骑的部分，不要啊，不是这个骑，是不是？他是指骑马吧？哦，是骑马，骑马，骑马。哎，好好说话，场外音，场外音根本没有讲。骑马，骑马，看人家误会了啦。谁比较会？等一下，谁比较会骑马？是你比较哦。我们拍摄前为了就是拍摄安全，然后我们是有先到马场练习一些小技巧马术。对对，然后有我那时候奔驰，对，有让马微微的奔驰，我就是这样子扣了扣了往前。对，应该是我。对，那我自己倒水喽。好，来，再加一杯。好。哦，我现在翻到林香床上全裸哎，你们平时有裸睡过吗？我平时裸睡，我都是这样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还真的有哎，因为我有时候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我家洗衣机超怪的，它永远会把内裤吃内裤，它会吃我的内裤，你们知道吗？有些人会吃袜子，吃内裤太香，我找不到我内裤哎，然后有时候找到会。
生气，我想要爽，我好累，明天早班我要先睡，我就直接就是，反正就把棉被盖着裸睡，我会裸睡，我会怪怪的，我是大裸特裸，就是都没穿的那种。好，哎、欸，你让我突然想问一个问题，请说，就是你有没有什么敏感带啊？我的敏感带，对，敏感带，大家应该会好奇吧？我的敏感带是我的耳朵到脖子到这里，就是这一块，对，就是这一块，不要摸脖子。哈，对，那你呢？就我应该不用回答吧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下面有那么扁，我想知道，尤其你声音又那么好听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啊！什么？又疼又羞的，喜欢的人全身都很敏感，然后不喜欢的就都不敏感。哎，为什么你讲这话都让人家心好痒？我现在心好痒，我好变态哦。我们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我现在好热哦。谁会为男人下厨？应该是你吧，应该是这样吧。对啊，我完全不会。这就是你要加回来。哦，对对对。哎，我真的无法哎。为什么？很浪漫啊，因为就像贤妻良母，就是我对于烹饪真的没有在行。可是我看那个李轩那一集，好像蛮。我连那个切葱他们都觉得我很危险，切葱我以为我表现很好，但他们觉得非常危险，所以我发现我好像真的不太适合下厨。我超爱，那我觉得这就没关系，那就给你，拜拜，就给你，对，就给你。那我又想要问一个，我自己家，如果怎样，就是我，好，这边是香米，好，我回来，我们掉到粪坑，你会先救谁？谁跟谁掉到粪坑？你的经纪人，你的丽奈，你的摄影师 ，OK， 还有香民，我当然是救香民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香民，怎么可以掉到粪坑里？他们很香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你好有可能哦。而且我跟你们说，因为我经纪人他其实也是一个大香民，所以你也包括在这香民里面。来来来，欸、给手给手，我们学了假课，对，没有白费。我经过这个大进步了，我脑袋。林湘有刺青，谁会为另一半刺青，或是把另外一半名字刺在身上？这不可能。我已经长大了，我不会再做这种愚蠢的事情。我也没做过，对，我长大了，我长大了。就是这一题是你自己塞的吧？不是，我根本不知道。谁会比较爱去海边？没有是我啦，我真的是我，我没有很喜欢去海边。就是、我觉得海边超浪漫，我觉得超棒。我知道，难怪我带你去海边、啊。我知道，因为人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呢、就会很想去海边。可能是你已经到那个年纪了，我还没。好，最后一题，谁中秋节烤肉的时候会负责烤肉呢？会烤给另外一半吃吗？我不会，我也不会耶。我要大家来爱我啊！欢迎大家来爱我。好，想要爱他的底下留。